好了，再来录制这个篮球游戏小游戏啊，一样是这个游戏天堂里面的热血 NBA。二打二，一打一。哦 ，Cavalier， 哇，这个喇叭战呢？这个是谁啊 ？Kyrie Irving 啊，好猛啊！竟然有喇叭战跟 Kyrie Irving。好了，二打二，当然啦 ，Normal 就好了，来，还没那么厉害。OK，Play、okay,。哦，加速，他有教你啊。上下左右啊 ，X 是 shoot，X 是 shoot， 往下按是 pump， 这是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然后 steal block，Z 跟 X，OK，、okay、嗯，哇。嗯，哇，我好像被揍了，哇，嗯，哎。嘿，哇，惨了，要输了，喇叭战要输了。哎呦，一个灌篮没进，啊！喂，拿不到球。哎呦，变石头了，怎么搞的？哦，恢复了。哦 ，slam dunk。哇！哎呦，他也是哎。哦，灌篮了，开始会玩了，啊、中了！哎呀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嗯，哇！哇！我怎么拿不到球？有了，有了。哎呀，我的篮筐要变石头！揍你，揍你！哎呦，一个灌篮，糟糕，剩六秒！不会吧？啊！竟然输了！不会吧？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再一次啊！要二打二才好玩啊！换一下队伍好了。勇士队。哦，这是 Curry 跟 Thompson 吗？看起来应该是啊。OK。开始啦！嘿，哦，好厉害哦！哎呦，好远哦！哇！哇，他们好猛哦！马刺队。看来要靠我们这个队友了，我负责打人就好了。哦 ，Duncan， 哦，好猛哦！哎，进来！哎呦，我也被揍了！哎呀，又变石头了！哦，好猛哦！
Curry 三分球。哦，他们有这个 Kawhi Leonard。我负责打人，你负责投篮。哇，有啦，一个漂亮两分球。哦哦哦，抢到了。呜 ，Curry 一个灌篮。哎哎，变成石头了，你投是没有用的。哦，输油。哦，领先了 ，Curry 领先了。嘿，哎呀，本来三分球要投进了，哎呦，好猛哦！他们怎么有必杀技啊？我的必杀技在哪里 ？OK， 必杀技哪有人摆那么远的、啊？哇，哎呦！十五分，啊！必杀技我都没用啊，原来是 K 啊！再一次啊！哎，赢嘞，可以继续。被我揍了吼！嘿，得分了！太远了啦！也牵制住他了。哦 ，Curry 一个灌篮，哇，进了！哦，必杀技出现了，火球！哎、欸，该不会每个人必杀技都一样吧？三分线，哇，再投一个两分球，太厉害了！哇，玩得顺啊！哇！哦哦哦，这个 Harden 好像没有欧洲步可以使用，太弱了。嗯，呵呵，灌到石头了。有啦 ，Curry 一个简单的小抛投，哦，来啦，啊啊啊！马上要回来，哎、欸，这个感觉不像 Harden 啊，后仰跳投，这个后仰跳投，哎、欸，哈哈哈，嘿嘿嘿，哦，躲躲躲。哦，汤神再一个两分球，哇！啊，按到投篮啦、啊，没有跳投的人不行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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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啊！啊啊啊！太厉害了！哇！呼啊！哦！灌篮，好像一个倒灌。哇，被我盖火锅啦！领先超多，差点领先二十分。这是什么？哇 ，cancel，OK，、okay, 还可以继续啊。哦哦哦，快打到总冠军赛了。嘿，哦。三分球，哇，没进！哇，被盖火锅了，汤神被盖火锅了。呜、哦，两分了、啊，越玩越顺了、啊。哇，一超节，然后就灌篮了。三分球，哇，汤神拿到了，哇，汤神被打了。
汤森一个灌篮，哇，又被闪过了。这个游戏的重点就是要抢到篮板球，然后揍人。三分球，哇 ，Curry 三分球没进。好，往前加速，闪人，往前按两下就可以加速了。有啦 ，Slam Dunk， 哇，嘿，哎呀，汤神又进了。哦，他竟然把绝招用在这个石头篮筐上面，哦哦哦，我太厉害了！哇，弹回来了！哇 ，Thompson， 这个三分球吗？应该是哦，还是两分球？哇！被盖火锅欸，欸，不过 Curry 有这么黑吗？ Curry 有这么黑吗？好啦，这只是游戏，好玩就好。四分，我这电脑已经被我压到四分，赢了。好啦，总冠军赛啦，太强大啦。Final。哎呦！哇，这么猛！哎呦！后仰三分球，哎呀，可惜！哇！糟了，好像会输啊！哇，马上抄到一个灌篮！哎呦，好猛哦！这次的对手好像比较强哎。啊！啊！马上追回来！哎呀！哦，三分球！哎呀！有啦，哇，马上得分，有，汤神再度得分，只要把这个分数领先咬住呀，17-12啦，太好啦，那需要两颗球。剩下12秒了，哇！他不传给我哦，耶！赢了，这游戏好有趣哦！第一名，好啦，这个游戏呢就介绍到这里啦，谢谢大家收看了，那蛮好玩的热血 NBA， 大家可以玩看看，拜拜。